早餐就要吃丰富好吃一点的茶桂。这个茶桂啊，我觉得它就比较有嚼劲一点，很好吃哦。那个烧肉啊，哇，是一级棒的西哦，跟这个肥肉这样子，还有这个脆脆的地方咬下去的时候啊，是一起化的。这个米包呢真的是很滑，而且哦，它就因为这是又半手工的，所以你可以更吃到它那个面的 Q。 每逢星期天傍晚6点，货架开餐喽。